说过，如果你们没有反应的话，公主会怎么样？没错。那你们大家知道我是谁吗？蛮厉害的嘛。那你们知道你们今天来是要帮公主干嘛吗？先要不要先试一下，大喊一下“公主生日快乐”之类的？我数一二三，就“公主生日快乐”就好了。好，一二三，公主生日快乐！是可以再热情一点吗？就是可以加尖叫，“公主生日快乐！”呼呼那种的。演唱会你们也可以来吗？我听到了。好，那等一下公主就要上台了，所以我希望就是你们等一下可以就喊一下，我讲小声一点好了，就说公主女神，公主女神，就这样子，我觉得应该还蛮不错的吧。然后最近女神蛮流行的，而且公主的身材又很好，歌又好听，所以等一下OK 吧 ，OK， 那我就从现在开始哦。我数到三，就一直喊到公主出来为止哦。停下来的话就拜拜，就没了。好，三二一。有点干哦，差不多了。跟刚刚山东唱歌还 OK 吗？要不要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？